身体好，你现在是一名小学生，啥玩意儿？我怎么成小学生了？我去，你现在去轻度考试了？不是、啊，兄弟们，这轻度考试啥玩意儿？我去，这不是快期末考试了吗？我这怎么才轻度考试呀？我去，你考完了，但发现个事情，啥事情啊？你没写姓名？不是，兄弟们，我有这么笨吗？我怎么没写姓名呀？我去，考完是不写姓名的吗？我去、啊，快去老师办公室去写姓名！我去，兄弟们，什么玩意儿呀？我去，咱们这姓名都不会写吗？咱们这第一关逃离教室，啥玩意儿？逃离教室啊？这不就普通的跑酷吗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底下的这我有点蛋疼啊！我去，兄弟们，说梗啊！不过呢，这种小跑酷能难得到我吗？真是的，咱们只要轻轻的跳一下，哎，然后咱们就能过来了，好吧？不是作者，我说你怎么还玩幻象方块呀？我去，看来兄弟们，咱们这个是不能跳了，咱们直接跳到这个方块上来，好吧？直接的跳过来，兄弟们，刚才是节目效果，不要当真，好吧？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对对，啊，咱们再来一次，好吧？咱们轻松的连跳，哎，一个蹬墙跳过来，这不就完事了吗？然后自己再来一个大跳。兄弟们，这个作者怎么这么坑爹呀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是不是表不到都第五个表情？不打算要看好吧？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个牌子什么东西？点赞的考试能满分？哦，兄弟们有这么神奇吗？我去，你们考试满分，父母会很高兴的，好吧？赶紧点赞好吧，兄弟们。死鬼！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跑酷好吧？哎，继续跑酷，哎，咱们再试一试个存档点，哎。不过呢，这个是个幻象方块，那咱们怎么跳过去啊？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里有个隐形方块，哎，那咱们只要的来个助跑，跳到这个隐形方块上面来。哎，这不就过来了吗，兄弟们？哎，这有啥难的吗？作者，我说你有啥难的？作者，你个不是，兄弟们，这作者这么阴险狡诈的，那咱们还需要一个大跳跳到这个方块上来呀？我去，来，兄弟们，直接的跳过来！我，哎，兄弟们过来了，简简单单，钥匙呢？这兄弟们钥匙，这里有个箱子，我去。来，咱们打开一下这个箱子，好吧？打开箱子，这箱子也打不开呀！我说作者你，这地图是不是有 bug 呀？我去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那里怎么有个人呢？我去，咱们看一下这个人，好吧？这个人是门卫大爷，啥玩意？门卫大爷，这个门卫大爷是箱子换钥匙啊？门卫大爷，小伙子想要钥匙吗？你这我这兄弟们，我知道那个箱子是干嘛的了。我去，咱们这被作者当猴耍的，我去。没事，兄弟们，咱们再跳过来一下，好吧？把那个箱子撸走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咱们再回去。兄弟们，哎，回来，哎，走起，来来来，门卫大爷，给你换钥匙，门卫大爷，哎，走起，兄弟们，简简单单，办公室的密码，不是作者，你这耍我的，我去，办公室的密码啥玩意，我去，然后这个箱子咱们看一下，好吧，里面有个数据笔，提示第一关的第一次数量，这。198，哦，兄弟们懂了，198个，好吧？哎，兄弟们，198个，哎，198，哎，果然对了，哇，监考老师，我来了，监考老师说不写姓名，一律按零分算，现在不能补了，那我这来有什么意义？